ファイティング。谢谢，很开心，然后下次还来。感谢大家支持，怎么说呢？没有大家支持就走不到现在。心情感觉很好，很爽，感觉挺奇妙的吧。然后一个旅途下来的话，还是挺开心愉快的。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啊。然后我们也是没有不负众望，拿下这次的冠军。我个人的决赛发挥非常的滑铁卢。我觉得我发挥肯定没其他队友好了，主要是队友打得太好了。我只能对他们评价就是太强了，真的太强，就是他们真的太强了，就队友打得也真好，然后下次还想跟他们一起组队再来一次冠军。大家的表现都很好，希望大家以后的比赛也能再接再厉吧。